三四五就揀個難度啦，一就最簡單，二低，五係最難啦，三就兩個，咁前後，誒，你可以係咯，藍色就係食膠，哦，白色嗰啲係唔可以撞落嗰啲醬，咁就死咗啦，死咗就未殺到，跟住 press enter 啊，再重新嚟過啦，啊，頭先個 score 喺上面，即係完咗可以睇到個 score。OK， 我反應係要撳呢個啦。一同九都要轉貨。淨用一九多先。一九就係佢呢兩個啦，一就係下面嗰兩個。呢個冇白色嘅，呢個因為我哋有啲關有 block， 有啲關冇 block 嘅。呢個唔好似唔會可以一直玩落去嘅喎，呢個比較唔撞自己就會死啦。OK， 但如果你想嘅話，可以再。Press the instruction， 跟住五秒倒數，你見唔見到個星星啊？上面其實都有個數字喺度，咁就倒數，咁就再倒數。二六四五，四五六嘅啫，得。兩個人玩嘅呢個 game 係。跟住而家綠色啊，到綠色行啦。係啊。四字即入落去嗰啲四字棋，你撳唔撳？你要 connect four。你赢啦！你刚才那两个小人是你画的吗？自己画的啊，那个魔术桶吗？前面那个很难画，我觉得。哪个？这两个？我画。然后就首先就是我们那个就有一个界面可以选择嘛，好 information， 然后 information， 然后有 made by， 比如说我们两个名字，然后这个新加的那个 IERG 三八幺零 G 零一，嗯，然后 rules 就是要活嘛，然后打尽量多的敌机，嗯，然后这个一二三五就是它的 moves， 嗯，然后有这就是这种绿色就是普通的敌机，然后这个黄色就吃完了那个火就变，然后还有一个 boss， 然后这个就这样，然后到 start。你加油加油！我想問下 ，stop 嗰個位可唔可以係用 keyboard 嗰個，即係唔用 keyboard 用 key two 嗰啲 stop。點解唔用？因為佢個嗰個唔，即係你話唔係咁，即係唔係咁實啊嘛，佢個聲嗰個聲好厚啊，成個。你係用曬啲掣定係嘛？我用 keyboard， 成日都 sense 到，即係撳好多下都未必 sense 到錢。但係咁，你換個 keyboard 咧？就应该差不多，就我们上面是那个 boss 的血条，然后就它那个血是随着你打的次数往下降。唔系，佢咁啊，佢嗰个佢底牌嗰度系，你揿一下系收到好多下。哦 ，OK 嘅，你用呢个做，但系呢个会比呢个简单啲嘅。所以系二D 收到。二D， 同埋你 program 上面都会二 D。所以会简单少少分。哎 ，Tutor， 你看打完了，然后就出一个 Grade， 系啊，因为太然后就这个分数就是二百，你看二百三十一，二百三十三，二百三十三。Pair Tutor 就特别两个就系左右啦，因为 Pair One 就左右啦。嗯。咁依家一开始可以咁样揿四同六去 select 呢个模啦。嗯。咁样啦。咁依咦？本身会着嘅会开声嘅，但系啱啱 mute 咗，你太嘈啦。即系依家咁样都会有声啦，即系会咁样，跟住会倒数三二一之后会加速啦，咁样啦，就咁样。跟住咧，当你输咗嘅话咧，就会开嗰个新波啦，输咗开个新波啦。嗯。直到你即系个波会 random 开嘅，喺四只角唔同啦。跟住你再输多次，就会咁样嚟到呢度。咁如果上面赢咗咧，就上面 show winner 啦。